背著孩子的妈，林柏叡公园偷欢校园女神。斗鱼电影版开拍，里头一群青春无敌的男女演员在年初才风光露面，没想到戏拍了两个多月，粉刊日前解惑爆料，果然有人擦出热烈欲火。男的是在选秀节目《中国好男儿》拿到了第十名，最近在 BL 剧《深蓝与月光》窜出头的楷模鲜肉男模林柏叡，他除了被曝跟雷洁欣未婚生女，还偷腥搞上清纯校园女神王静。日前，本刊直击林柏叡跟王静摸黑幽会。两人边走边抽试前烟，然后女生显得既猴急又主动，只见她揽上男生腰际，接住脖圆，开始上下其手，接住小俩口才找到一张长凳，肩并住肩坐下来。